近日，将在7月13日上映的电影《查理九世》在京举行发布会，正式宣布影片更名为《默多多迷境冒险》。影片主演秦昊、柳岩、莫喜阳、张玉文、刘思慎、孙希伦等一众主创集合亮相。现场主题曲 MV 发布，这首歌来自偶像练习生的00后人气偶像钱正浩演唱。发布会上，钱正浩惊喜登场，清唱一小段主题曲。如果时光能够倒回，我还是不会退。好奇的我总是不顾一切，去寻觅未知世界。哎呀，这个就真有这么一个大儿子，就赚到了。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好听的。年仅17岁的他，也成为节目中首位拥有电影主题曲的选手。发布会现场同步播放了主题曲 MV， 钱正浩化身长大后的主人公默多多，回忆儿时与傻爸爸老默相处的温暖点滴，动情演绎让在场主创十分认可。那这种感情呢，我觉得就是像导演说的，能够打动到我，就是他不单纯只是一个小孩子心目中的爸爸，这确实是很深刻的反映出中国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那种父子情。那他是一种父亲对儿子是一种沉默的爱，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，或者说因为很多原因他不能说，但他一直都在默默的付出。现场钱正浩还大秀舞技，教柳岩跳了一段偶像练习生中大热的舞蹈。柳岩笑言，看到现在的00后都这么优秀，竟然有一种想骗我生孩子的感觉。电影《默多多迷境冒险》将于7月13日上映。无冒险不少年，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暑假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